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金鱼吊兰是一种常见的家养植物，想要养好金鱼吊兰，浇水是一个大问题。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今天我就教大家一招简单实用方法，就是用一种自制水来浇灌金鱼吊兰。这种水的制作材料基本上都是生活中的垃圾，所以非常省钱。主要材料就是腐叶以及剩饭，可以到公园里面去收集一些落叶，找一个容积比较大的坛子，将落叶放进去，然后再加平时剩下的饭菜倒进去，在里面加入半坛水，再撒上白酒，白酒可以杀菌去味，然后将坛子用塑料膜密封好，发酵一个月的时间。腐叶里面还有大量的微量元素以及微生物，包括剩饭剩菜里面也有很多营养成分。腐熟之后用来浇花，可以促进花卉根系的活力，同时为金鱼吊兰补充营养，这样金鱼吊兰开花就会更多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